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8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叶光富，航天员李通，航天员李广苏，出发！ 神舟18号载人飞船将在今天晚间8:59正式发射，航天员乘组傍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了出征仪式。